第三镇的中嘉社区，多年来伫咧县府社路处的推荐之下，办理的台湾梦社区绿小青金计划是相当的成功。暑假期间也是继续办理陪伴课程，最近更是规划了适合亲子做伙学习的流行歌曲舞蹈课程。这简单的动作，让家长甲学童拢学了真欢喜。这条现在大家小孩都熟悉的歌曲，在少年的屏幕老师设计简单动作下，成为中嘉社区台湾梦暑假陪伴课程中相当受到欢迎课程之一，就连家长也都很愿意做回来学习动起来。学到流行歌怎么跳，然后调整动作还可以拉拉筋，让自己的筋松松软软。很好，很好，很好啊，很好，哎，可以顾到小孩子啊，对呀、啊，对、啊，还可以跟一起小孩子一起同乐这样子，哎。今年暑假因为种种原因，邀请是特别少年的编舞老师前来教课，嘛因此所使用的是现代较流行歌曲，接受度真高。以外，暑假期间的一系列课程，和中嘉社区儿童有爱陪伴以外，课后时间的学习也真充实。他们很少跳比较流行的歌，就想说可以最近，因为最近爱你又红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想说跳爱你来跳。对，而且这动作是怎么去想的？哦，我是依照歌词，就是歌词常常有什么想啊什么的，就是动作就会比较贴近歌词。对，可以多来这边陪他们，就蛮可爱的他们，对啊，可以多来陪他们。那我们利用每个礼拜六的一个下午时段，来与这些小朋友来亲子共学，啊，能够增进我们家长之间和我们小朋友之间的感情之外，那我们还可以增进我们的身心健康，啊，能够让他们的那个律动哈能力能够加强。所以说，希望说借由这个我们的舞蹈课来加强我们小朋友的一些身心舒展的方面。第三镇的中嘉社区多年来在关乎社会和劳动处的推荐之下，办理的台湾梦社区绿小陪伴三金计划是相当成功，充实的课程和实际陪伴，吸引真侪儿童来参加，得到地方真大的肯定。记者金双十多。